夠喉，不過冇辦法咧，因為我哋有一位嘉賓嚟咗啊嘛，要人哋坐咁耐，唔係幾好意思啦。可 ，Maggie 可，好啦，我哋而家咧有一位特別嘉賓嚟咗，你趕佢哋落台先。係呢位特別嘉賓咧，用我少少介紹啦。又聰明啦，又靚啦，內外啊，秀外慧中啦，又充滿住天主嘅愛喎。喺佢個樣嗰度咧，你見到一個好好嘅母親，一個充滿住聖母媽媽嘅温柔。喺佢眼裏邊，你會見到天主喺佢身上邊做咗好多唔同嘅奇蹟，或者就係好似聖母媽媽講一句願。天主要做的事在她身上成就，我相信天主在这位这么漂亮的女士身上成就了很多不同的事。我们有请陈美琪小姐。大家好，多谢大家的掌声。其實要嚟講嘢個，我都係咪要嚟講啲嘢？你話咧？佢想分享咯。佢哋就叫我唱《流芳濟世》。啊，邊個睇過《流芳濟世》啊？多謝多謝多謝。啊，重演嘅時候喺依度嚟張 poster， 因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睇唔到，咁啊，因為上次嗰個場地，你要分。你要個人分享先至出播嘅。其實咧，我點解咧？我就係話，我都唔知點解會做咗《流芳濟世》。其實真係唔知嘅，即係要好多好多嘅巧合先至成就到依一個舞台劇。咁咧，我個女咧，每次我去排戲咧，佢就話：我一定要跟埋你去排戲。你唔記得歌詞，我提你。結果咧。佢有一次睇曬我排戲之後咧，佢話：媽媽，我都係唔睇你排戲啦，好悶啊！咁然之後咧，佢嚟睇我哋 dress rehearsal 嘅時候咧，佢就笑到嘎嘎嘎嘎聲，佢就點解好似笑片嘅？咁佢好開心㗎，佢喺聖 Margaret 天主教聖馬加利大幼稚園讀書，啱啱影咗畢業相，就嚟幼稚園畢業啦。咁啊，我覺得。依首歌都好啱，《流芳濟世》裏面，芳濟嘅母親的禱告，而家又係聖母月啦，又跟住母親節啦，咁我都覺得做咗媽媽之後，原來真係佢所有一個一動你都好上心，嚇，咁啊依個感受好深，所以我覺得聖母媽媽係在主耶穌整個受難過程裏面，聖母媽媽其實是她第一個，是她第一個忠實的支持者，由零開始一路去到她釘在十字架上放了下來，她接在懷中，所以這個媽媽真的很痛苦，但是她也是充滿了聖寵。我希望這首母親的禱告看過這個舞台劇的人能夠記得，未看過那些將來有機會。为何总迷心日日能惹祸？为何想法，但是又未曾责罚？大概知道共对光阴已无多，突然忧虑实在是令人忍耐。想放弃达成心愿。
又怕风济受重伤，这天离开，变做了永抉择的心碎。离离开。